好，接到的戏也都特别棒，如此拼搏的姑娘也是让人佩服，总能在镜头里给我们一种坚强的样子，而看到她的脸的时候，大家也会觉得十分漂亮，即便现在已经40岁了，却还是活得如少女一般，这是很多人都难以做到的呢。而从前段时间的一次节目中，陈乔恩被拍到的照片后，发现没修过的样子跟之前修过图的样子反差很多，修过图之后的陈乔恩看起来少女感十足，但是在生图里，陈乔恩看上去有了一些憔悴，也不如修图后的精致，脸部有些松弛，而且两眼没有神采，看起来真的是大妈视角，年龄真的是挡不住的。对于这样的陈乔恩，还有令人感觉遗憾的是，陈乔恩仍然是孤身一人，不过也正像他自己在吐槽大会的时候说过的话，他自己有手，能把自己捧在手心里，这种洒脱也是无人能及的，也让人想到了他的前男友霍建华。网友，霍建华就这眼光，现在华哥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活，也当了爸爸，希望陈乔恩快点脱单吧。小伙伴们，你们怎么看呢？欢迎留言评论吧。